Bosco，大佬神父，我屌你老母臭花蟹啊！新闻只话香港岛铜锣湾洛克道门牌531号二楼嗰间铜锣湾书店嘅老细林荣基先生，太久咗北平共匪，着草死捻咗过台湾省，仲话呢世都唔捻敢返香港喎。Abraham 细佬兄弟，鬼名！你提琴日晏昼，香港有成12万人游行，反对修订逃犯条例，咁话喎。打啦！我唔想翻大陆，我唔想翻大陆啊！我唔想翻大陆啊！你冇引动我翻大陆啊！你明我系嘛？我知道，我知我香港人，我唔识听普通话，我香港人。打错嘢！哎，怕什么你？干什么？关掉！不准拍！我香港人嚟噶。掉那马拉客，听够番段打落白头果屎嘅录音。你班契弟话啱唔能啱？今日香港同台湾省嘅情况呢？又我哋希望就能够得到自由平等。而家里边既然系进步咁民主，我哋好应该翻去帮助佢哋嚟发展。我哋大中华民国有40000000、50000000优秀嘅皇帝子孙，有几千年祖先剩落嚟咁大嘅土地，但系今日我哋仲有一个未曾消灭嘅敌人。好在而家全中国嘅人民都已经醒觉，我哋要打退敌人，要收复失地，我哋一定要实现民主，重新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嘅新天。